好，接下来是送福利的时间了，因为我们会为大家带来的是碧昂斯在巴西的两场演唱会。看过这些劲歌热舞之后，会让所有还刚刚沉浸在王菲李亚鹏分手而闷闷不乐的观众顿时感觉原地满血复活了。是的，那当然其中呢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小插曲，那正当碧昂斯全情投入演唱会时呢，突然遭遇了一个陌生男子的袭击。好在这个保安是眼疾手快，帮天后解了围。